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C 你好，我们继续学习七到九级的词汇。第一个，本钱，本就是本来啊，钱就是本来我有的钱。这里呢是说，比如说我做生意，那我首先要有一部分钱来买东西啊，我再去把这些东西卖出去，那我用来买进来东西的这些钱呢就叫做本钱，那这就是我本来的钱。好，那本钱还可以用来说，比如说我们的身体啊，身体健康啊，就是我们生活的本钱，用来比喻我们基础的应该拥有的一些东西。好，下面第二个词，本色。本是本来，色是颜色啊，这里是说本来的样子啊，本来的形状或者本来的表现都叫做本色。比如说我是一个老师，好，现在我要去演一个电视剧，在这个电视剧里面我也是演老师，那就可以说我本色出演老师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学的词汇，如果你对我们的视频感兴趣，记得点赞或者转发。